阿波在 Beyond 乐队里面呢，有一首歌曲呢比较有名的，叫什么？我觉得家驹写首这首歌写得很好。当时他用吉他去写这个歌曲。对啊。前面的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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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说啊，有没有中国味道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我记得。噔噔噔噔噔，五音的噔噔噔。当时他为什么要求你去唱这个歌曲？我也是这样问他，他说我不是不想唱，你帮忙一下可以吗？啊，对对。我忘了，其实家驹很辛苦，他每一首歌都是唱得很高音，其实很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也需要一些这个部分要休息一下啊，所以就让我去顶一下。其实他唱会更好听，我相信。其实观众也唱得非常棒，谢谢谢谢。但是我觉得我唱的是很难听。阿波有他的风格，家驹有家驹的风格，家强有家驹的风格，师兄有师兄的风格，啊。只要你们喜欢都行了。这个时候不如唱一下这个歌曲好不好？在那些冲醉的路上，历遍了多少创伤，在那张苍老的面上，亦记载了风霜。秋风秋雨的度日，是青春少年时，逼不得已的话别，没说再见。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，唏嘘的感慨一年年。踏碎过多少理想，在那张高挂的面上，被人情了几多？千秋不变的日月，在相识里共存，姑息分割的大地，画了界线。